预售屋赶工新建，建案广告摆摆款，吸引想买房民众目光。新竹县竹北因为靠近竹科园区，房价水涨船高，民众买不下手。不过现在想租屋也很难，因为不少房东只想租给竹科工程师。民众在网络发文，大大写下房东不租给非园区的人，表示竹北的租屋真的很难找，致电给房东，除了回应只租给有竹科园区工作证的人，不是工程师，抱歉不租。连续问了八间房都被打枪，甚至原本以为有机会看房成功，却收到房东的反回简讯，表示只希望租给园区工程师。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？还蛮离谱的，好像不是竹科人就不能住这里。房东喜欢租给竹科工程师，确实跟工作性质息息相关。由于薪水平均高，收入也比较稳定，通常能够按时缴交房租。再加上工程师生活相对比较单纯。此外，竹北有不少房东也在竹科任职，租屋同时还可以建立人脉。房东委托我们中介，我们中介也在这个第一关的把关，先做一个身份的这个筛选。其实顾虑就是怕就是租客的素质嘛，比如说房租收不到，在室内抽烟。那所以基本上会以园区的客人比较优质啊为优先。民众在外租房多少会碰到限男生或是限女生等禁令，只不过在竹北却出现特有的仅限竹科工程师，也让不少人大开眼界。三立新闻张惠了解新竹参谋长。